清风今天有来看。嗯，我有听到。对，有听到。他是低调来看的。对，我们有不是不是很像的，对、嗯、其实现在很多人写字都是那样，对，我也怀疑过。他其实有来，然后我们在大概一天，我们在 后台有拍照。对啊，他会等他传给我啦，我还是不会。也很谢谢他来，所以他在的时候，我唱带我走更卖力。哦，你刚刚说吃东西的部分，其实我 PO 的东西我都有吃。但是我有一个没PO的，但我就是很过分的，就是我吃麻辣锅，而且是晚餐。其实我从初五才开始减肥，但因为我瘦的比较快，所以还是会很比较紧的，是主动不吃。我会健康的减，对，只是这两天不是刻意只吃虾饺，是有一些食物会影响声音，会可能会痰会比较多啊，或声音会比较干燥或什么什么。所以我比较小心在吃东西，但是我其实如果在减肥的时候，我都是健康饮食，只是少油盐啊，然后可能八分饱就好。